订单现场一天开卖200盒，不用一个小时，通通被秒杀。另外，在高雄则是有一间隐藏版的蛋黄酥，它外酥内软，不死甜，也是很多老主顾的最爱，只夸吃一次就会上瘾。整个店面被排队人潮包围，民众甘愿冒着台风天气也要来抢购，排队人潮拐了好几个弯，看不到尽头。原来大家疯抢的是这颗蛋黄酥，就很酥，然后又不会很甜，都一两个月前。对，因为这个都排队排很久。我觉得他们的都还蛮酥脆的，然后内馅又蛮好吃的。金黄色蛋黄酥撒上黑芝麻，一刀切下去还能听到脆脆的声音。这一颗蛋黄酥民众一吃就难忘，中秋节要是没预定恐怕吃不到。每日现场开放200盒，不用一个小时就被秒杀。中秋节的前一个月业绩大概是平日的3至4倍。而高雄也有隐藏版的蛋黄酥，藏身在市场里，相当低调。蛋黄酥美味根本让人老脆糯啊！两家蛋黄酥各有特色。台南这一家一颗45元，主打酥皮，包进一整颗蛋黄，内馅也相当饱满。而高雄这一家一颗55元，外皮酥脆，不死甜。好吃吗？好，你吃得到？是哦。不能你啊，你也可以就收了。中秋节吃蛋黄酥超应景，但要大饱口福，除了得冒着风雨排队，恐怕还得碰碰运气。记者台南高雄总报道。